欲选历代禅师语录前集上，初祖菩提达摩大师，祖于般若多罗尊者得法，演化本国，时有二师，一名佛大仙，二名佛大圣多。佛大仙欲般若多罗尊者，舍小去大，与祖并化，时号为二甘露门。而佛大圣多，更分徒儿为六宗，第一有相宗，第二无相宗，第三定慧宗，第四戒行宗，第五无的宗，第六寂静宗，各封一节，别展化缘。祖喟然叹曰：“彼之一师，己现牛基，况复之离而分六宗？我若不除，永缠邪见，焉似为现神力？”至有相宗所问曰：“一切诸法何名实相？”彼众中有一尊长萨婆罗答曰：“于诸相中，不护诸相，是名实相。”祖曰：“一切诸相而不护者，若名实相，当何定耶？”彼曰：“于诸相中，实无有定。若定诸相，何名为实？”祖曰：“诸相不定，便名实相。汝今不定，当何得之？”彼曰：“我言不定，不说诸相，当说诸相，其意亦然。”祖曰：“汝言不定，当谓实相。定不定故，即非实相。”彼曰：“定即不定，即非实相。知我非故，不定不变。”祖曰：“汝今不变，何名实相？似变似往，其意亦然。”彼曰：“不变当在，在不在故，故变实相，以定其意。”祖曰：“实相不变，变即非实，于有无中，何名实相？”萨婆罗心之甚师玄解前答，即以手指虚空曰：“此事世间有相，亦能空故，当我此生的似此否？”祖曰：“若解实相，即见非相；若了非相，其色亦然。当于色中，不失色体；于非相中，不爱有故。若能释解，此名实相。”彼众闻思，心意朗然，清理信受。祖瞥然逆机，至无相宗所而问曰：“汝言无相，当何证之？”彼众中有波罗提者答曰：“我名无相，心不现故。”祖曰：“汝心不现，当何名之？”彼曰：“我名无相，心不取舍，当于名时，亦无当者。”祖曰：“于诸有无，心不取舍，又无当者，诸名无故。”彼曰：“
入佛三昧，尚无所得，何况无相？而欲知之。祖曰：相既不知，谁云有无？尚无所得，何名三昧？彼曰：我说不正，正我所正，非三昧故。我说三昧。祖曰：非三昧者，何当明之？汝既不正，非正何正？波罗提文祖辩析，即悟本心，礼谢于祖，忏悔往谬。祖既曰：汝当得果，不久正之。此果有魔，汝可降之。言四忽然不现，至定慧宗所问曰：汝学定慧，为一为二。彼众中有婆兰陀者答曰：我此定慧，非一非二。祖曰：既非一二，何名定慧？彼曰：在定非定，处慧非慧，一即非一，二亦不二。祖曰：当一不一，当二不二，既非定慧，曰何定慧？彼曰：不一不二，定慧能知，非定非慧，亦复然矣。祖曰：慧非定故，然何之哉？不一不二，谁定谁慧？婆兰陀闻之，疑心宾逝，至第四戒行宗所问曰：何者名戒？云何名行？当此戒行，为一为二。彼众中有一贤者答曰：一二二一，皆彼所生，依教无染，此名戒行。祖曰：汝言依教，即是有染，一二俱破，何言依教？此二违背，不及于行。内外非名，何名为戒？彼曰：我有内外，彼四之境，既得通达，便是戒行。若说违背，俱是俱非，言即清净，即戒即行。祖曰：俱是俱非，何言清净？既得通故，何谈内外？贤者闻之，即自惭服。至无德宗所问曰：汝云无德，无德何德？既无所得，亦无的德。彼众中有宝镜者答曰：我说无德，非无的德，当说的德，无的是德。祖曰：的既不得，的亦非得，既云的德，的的何德？彼曰：见德非得，非得是德。若见不得，名为得德。祖曰：的既非得，的的无德，既无所得，当何的得？宝镜闻之，顿除以往。至寂静宗所问曰：何名寂静？于此法中，谁静谁寂？彼众中有尊者答曰：
此心不动，是名为寂，于法无染，名之为静。祖曰：本心不寂，要假寂静，本来寂故，何用寂静？彼曰：诸法本空，以空空故，于彼空空，故名寂静。祖曰：空空似空，诸法一耳，寂静无相，何静何寂？敬尊者闻师指慧，豁然开悟，于是六众贤士归一，化被南天，身持五印，经六十载，度无量众。祖念东正旦国，佛继后五百岁，般若智灯运光于彼，遂主弟子般若蜜多罗助天竺传法，而公至正旦，乃辞祖塔，别学旅，犯众民，达南海，乃梁普通七年庚子岁也。广州剌史萧昂据礼迎公，表文武帝，帝遣使机召迎请。十月至金陵，帝问曰：朕即位以来，造寺写经度僧，不可胜计，有何功德？祖曰：并无功德。帝曰：何以无功德？祖曰：此但人天小过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随形，虽有非实。帝曰：如何是真功德？祖曰：静至妙缘，体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以事求。帝又问：如何是圣地第一义？祖曰：阔然无甚。帝曰：对正者谁？祖曰：不识。帝不悟。祖渡江北，欲至嵩山少林寺，面壁而坐，终日默然。有僧神光，一祖参禅，祖常端坐面壁，莫闻慧力，施力雪过膝，断臂求法。祖遂因与一名曰慧可，问曰：诸佛法印，可得闻乎？祖曰：诸佛法印，匪从人得。可曰：我心未明，起师与安？祖曰：将心来与汝安，可良久。曰：逆心了不可得。祖曰：我与汝安心静，月九年，欲返天竺，乃故慧可而告之曰：昔如来以正法眼，复加业大事，辗转主类而至于我，我今负汝，汝当护持，并受汝袈裟，以为法性，内传法印，以气正心，外附袈裟，以定宗旨，至无灭后二百年，依旨不传。法周杀戒，明道者多，行道者少，说理者多，通理者少，潜伏密阵，千万有余，汝当阐扬，
物轻为物，一念回击，便同本德。听无忌曰：吾本来资土，传法救迷情。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二祖慧可大师有一居士，年逾四十，不言名事，欲来舍礼，而问祖曰：弟子身缠风恙，请和尚忏罪。祖曰：将罪来与汝忏。是良久曰：密罪了不可得。祖曰：与汝忏罪尽，宜依佛法僧住。是曰：今见和尚四肢是僧，为审何名佛法？祖曰：是心是佛，是心是法，法佛无二，僧宝亦然。是曰：今日使之罪性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如其心然，佛法无二也。祖深弃之，即为剃法，曰：是无宝也，宜名僧忏。祖遂逐类，复以依法，即曰：本来愿有地，因地种花生，本来无有种，花亦不曾生。向居士忧其灵也，目实见影，北齐天宝出，闻祖圣化，乃至书曰：影犹行起，想逐生来，弄影劳行，不识行为影本，扬声指向，不知身是想根，除烦恼而去涅槃，欲去行而逆影，离众生而求佛果，欲莫生而求想，故知迷悟意图，于智非别，无名作名，因其名则是非生矣，无理作理，因其理则争论起矣，幻化非真，谁是谁非，虚妄无实，何空何有，将知得无所得，失魔所失，未及造业，聊生此意，福妄达之。祖回是曰：被观来意皆如实，真忧之理尽不殊，本迷摩尼为瓦砾，豁然自觉是珍珠，无名智慧等无意，当知万法即皆如，敏此二见之徒备，生词错笔作私书，观身与佛不差别，何须更密彼无余。居士捧批足迹，乃生礼敬，密成印记。三祖僧忏大师性心明，至道无难，唯嫌简则，但莫增碍，洞然明白，毫厘有差，天地玄格不时玄止，徒劳念尽，圆同太虚，无欠无余，良有取舍，所以不如不用求真，唯虚习见才有是非，纷然失心，二有一有，一意莫守，一心不生，万法无救，无救无法，不生不心，能有尽灭，
静竹能审，静犹能静，能有静能，欲知两断，原是一空，一空同两，其含万象，欲取一成，物恶六成，六成不恶，还痛正觉，智者无畏，愚人自负，法无一法，妄自爱者，将心用心，岂非大错梦幻空花，何劳把捉，得失是非，一时放却，眼若不昧，诸梦自除，心若不异，万法亦如无一境境，正性调直，一切不留，无可记忆，虚名自照，不劳心力，非思量处，实情难测，真如法界，无他无自，要即相应，唯言不二，不二皆同，无不包容，十方智者皆入此宗，宗非促言，一念万年，无在不在，十方目前，极小同大，妄觉境界，极大同小，不见边表，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但能如是，何虑不必。四祖道信大师，祖谓牛头戎禅师曰：夫百千法门，同归方寸，河沙妙德，总在心源，一切界门定门慧门，神通变化，悉自具足，不离汝心，一切烦恼业障，本来空寂，一切因果，皆如梦幻，无三界可出，无菩提可求，人与非人，性相平等，大道虚晃，觉思觉虑，如是之法，汝今四得，更无却少，与佛何殊，更无别法，汝但任心自在，莫作观行，亦莫成心，莫起贪甜，莫怀愁虑，荡荡无碍，任意纵横，不作诸善，不作诸恶，行住坐卧，触目欲缘，总是佛之妙用，快乐无忧，故名为佛。五祖弘忍大师，贤亨中有居士姓卢，名慧能，自新州来参谒。祖问曰：汝自何来？卢曰：岭南。祖曰：欲须何事？卢曰：唯求作佛。祖曰：岭南人无佛性，若未得佛。卢曰：人即有南北，佛性岂然？祖令随众作物。卢曰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离自性，即是福田。为审和尚教作何物？祖曰：这个聊根性太利，这草场去。卢礼足而退，便入对房，扶老于处酒，昼夜不息，
一日祖前一对访问曰：米白也味。鲁曰：白也，味有筛。祖以杖三及其对，鲁即以三鼓入室。祖告曰：诸佛出世，为一大事故，随机大小而引导之，遂有十地三圣顿见等旨，以为教门。然以无上微妙秘密圆明真实，正法演藏，赋于上首大迦叶尊者，辗转传授二十八世，至达摩界于此土的可大师承其以至于我，今以法宝及所传袈裟用付于汝，善自保护，无令断绝。听无忌曰：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；无情即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如贵受气，问法则即受，依附何人？祖曰：悉达摩出智，人谓之性，故传一以明得法。今性心似熟，一乃真端，止于汝身，不复传也。六祖慧能大师，祖弟黄眉参礼五祖，当承继后，三母入五祖室，五祖复真其出物，应我所著而生其心语。祖于言下大彻，遂起五祖曰：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五祖之物本性，谓祖曰：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；若识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即明丈夫天人师佛。遂传一法，五祖送祖至九江一边，令祖上船，祖随即法汝。五祖曰：何事无度汝？祖曰：迷时失度，悟时自度，度明虽一，用处不同，能蒙师传法，今似的悟，只何自性自度？五祖云：如是如是，以后佛法有汝大行。祖至广州法性寺，执印宗法师讲涅盘经，玉指廊五间，木叶风扬沙幡，闻二僧对论，一曰幡动，一曰风动，往复不似。祖曰：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一众悚然。应宗言至上席，真结奥义，问曰：黄眉副主，如何止受？祖曰：止受即无，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宗曰：何不论禅定解脱？祖曰：唯是二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宗又问：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祖曰：法师讲涅盘经，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，
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，犯四重境，作五逆罪，即一产提等，当断善根佛性否？佛言，善根有二，一者常，二者无常。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，名为不二。一者善，二者不善。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运之与界，凡夫见二，智者乐达，其性无二。无二之性，即是佛性。应宗文说，欢喜合掌，为使君请意。师身作告大众曰：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云：善知是菩提般若之智，是人本自有之，只愿心迷不能自悟。虚假大善之事，是导见性，当知于人至人。佛性本无差别，只愿迷悟不同，所以有余有智。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使汝等各得智慧，至心谛听。吾为汝说善知识，是人终日口说般若，不时自信般若，犹如说食不饱，口淡说空，万劫不得见性，终无有益。善知识，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，此言大智慧到彼岸，此须心行，不在口念，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，如漏如电。口念心行，则心口相应，本性是佛，离性无别佛，何名摩诃？摩诃是大，心量广大，犹如虚空无有边畔，亦无方圆大小，亦非青黄赤白，亦无上下长短，亦无甜无喜，魔是无非，无善无恶，无有头尾，诸佛刹土尽同虚空，是人妙性本空，无有一法可得，自性真空，亦复如是。善知识，莫闻无说空，遍及者空，第一末者空。若空心静坐，即者无即空。善知识，世界虚空，能含万物色相，日月星宿，山河大地，泉源溪涧，草木丛林，恶人善人，恶法善法，天堂地狱，一切大海须弥诸山，宗在空中，是人性空，亦复如是。善知识，自性能含万法事大，万法在诸人性中，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，尽皆不取不舍，亦不染者，心如虚空，名之为大，故曰摩诃。善知识，迷人口说，智者心行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，百魔所思，自称为大，此一被人。
不可与与。为邪见故，善知识，心量广大，遍周法界，用机了了。